哥哥呢？阿哥给浴巾了。哥哥，不要怕怕，不要怕。可怜，你看，你们注意看，他没有脚掌，后面两只都没有脚掌。对，他才血色素也才6啊，他正常要到13呢。会不会死啊？这个等一下来输个血啊。然后营养状况不好。一定的，那么瘦。对，然后发炎稍微了，稍微发炎。四合一的检查是阴性。正常。他们的房间，等到小孩子大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帮他移比较更大间的。这是独立房，这是针对啊有母带子的。感到你看他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水槽，可以喝水，可以玩水。妈妈不用再担心没有食物可以吃，不用因为后面两只脚没有脚掌，然后每个礼拜天都去那边，就是那边一个假日的市集，在那边乞讨。有时候遇到不好的人，有空还会被拿石头丢。今天希望有这个能力救援他们，我们一定会去救援。可是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帮忙，欢迎大家可以来助养他们哦。不知道的小狗孩子很可爱，也可以来领养他们哦。拜托大家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不要抢。我们一家四口真的很可怜，你看，在外面饿到怕了，看到饲料就一起吃，一起吃。不要怕，不要怕哦。